无奈的心情。谁没看到半点影子？我都没有看到半点影子。八一五。然后拍完二一我就要回家，要拍完二一再回家睡觉。我是刚刚电视站的112年了。3月9号，瑞芳瑞芳的10:31，手牌的是明日号6030次哦。还有东山，1238+1237，明日系统刚刚断电。接明日西景观光专列5/8车将双线向东山的明日西景观光专列1238+1237双明日号电头，加明日西景观光专列在瑞芳，瑞芳站通过10:32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还蛮开心的，我的明日西景观光专列终于在瑞芳站通过，9号10:32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